皇上一听刘墉有本，皇上也生气，嘿，这刘三本啊，头一本合着没别人的份儿啊，又是他的。信说今儿个参文参武讨赏什么都不准，给你来个没面子，要不然我竟跟他捣乱了。选刘墉随旨进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往这儿一跪：“臣刘墉见驾，参见武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往下问道：“刘爱卿，今见朕当又有何奏章？是讨赏啊，还是参人呢？是文官贪了赃了，是武将受了贿了？今儿你憋着参谁呢？”皇上是生气，天天头一本是他的，这样问，嘿，刀怕对了鞘。刘墉一听这可害怕，哟，别皇上跟这和珅两个人商量好了要我的脑袋吧。进朝房和珅也问我参文参武，参谁？皇上怎么也来这套？我参他怎么参呢？多有留神。启奏我主万岁，臣今天上殿，一不参文，二不参武，因有一事不明，要在我主驾前领教领教。这两句叫拍马屁。皇上一听高兴了，心说瞧见没，都说你刘墉有能耐，有学问，有才学，有才干，什么都知道，嘿，闹了半天还有你不知道的啊，上我这儿领就来了。对呀，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向大官领教，大官都不知道，问来问去还得问到朕当我这儿来，心里这么一舒服，这么一高兴，就要多说两句话，也就有这倒霉的机会了。要多说两句，哦，何事不明？说，朕当告诉你。高兴了，启奏我主万岁，臣因为不明白一条大清律，特来领教领教。乾隆一听，嗨，难得你还左都御史呢啊！大清律有一条会不明白，哪条不明白？不要紧，我那意思刚要说哪条不明白，我告诉你，这告诉俩字没出来，就出了一我字儿。皇上一想，不对头，哪条不明白？我大清律他不明白，不能吧？他父亲做过右都御史，他这儿做左都御史，御史言官竟指着参人吃饭，参文参武，熟读大清律，那律条都背下来了，他会不明白？这个别打脖子后头过来的吧，别这绕我一下子，不能上这个当。明白了呢怎么样呢？改口了，应当是哪条不明白我告诉你。心里琢磨不对，当时就改了，哦，大清律不明白啊，嘿，哪条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没敢说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刘墉一听，那哪行啊，你不知道，回头我怎么参你呀？我不参你，我那朝房那儿我还搁着一老师呢，我得给他磕头啊。你不明白，你也不明白，皇上也不明白。要搁别人没话呢，就下殿了。刘墉有办法，干嘛呢？摸肚子，查那坏账，就那刘三本那坏主意。哼，这句话问出去，你要再敢说不明白，
我就改姓，真有这坏主意。哎呀，那太不凑巧了，因为臣不明一条大清律，臣不明则来问君，想不到君也不知，我主万岁您也不知道，这太不巧了。我不知道您不知道，既然君臣皆不明大清律，那么大清律要他何用啊？万岁请传旨把他废了吧。别去，这那哪能废啊？那个大清律废了没王法了，那不反了吗？那个别废，废不得。是啊，那么您说废不得，您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要的还有什么用啊？嘿，这玩意儿啊，心说这块蘑菇真蘑呀，啊，没话跟他说呀。不要紧，朕也不知，爱卿也不小，没有关系，现在有老师吩咐四个小太监去到库房里头把这个大清律的版图搭了来，让他自己找去。是。四个小太监奔库房里头搭这个大清律版图。大清律版图四部这么厚，上头都是红木头，三个大字大清律，就是那个大明律，根本就法律没改，就是上头改了，改大清律。四部小太监搭着这个，心里这不高兴，这都罗锅没事跟我们找事玩。拿来吧，四部大清律他来了，皇上说摆他眼头了，哪条不明白自己查，心里那意思，你查查着查着你烦了，你自己就下殿去了，对不对？刘墉就看了，皇上在这儿坐着，他呢跪在那会儿看这大清律，还得念。头一条，谋反大逆，凌迟处死。那位说你看过大清律没有？听人说的头一条是这个，也没有。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你这么想像话吗？这我这么想也许像话。我认为过去的那个统治阶级有打这个萧何犯律以后，犯完法律以后啊，打那以后这个律条一出来，头一条那准是这个统治阶级谋反大逆，凌迟处死。你要憋着争这皇上，这就是谋反大逆。你要想做皇上，凌迟处死准是寡罪，头一条就是这个，维护他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我这也就这么一想，我也没看见过谋反大逆，凌迟处死，亲儿子害死亲父亲，凌迟处死，亲外甥害死亲娘舅，斩立决，明火之仗，斩立决，强盗杀人，斩立决，强盗放火，斩立决。他就往下这么一念，念了横有四十多条啊，还没翻篇呢。乾隆这么一瞧啊，心说今儿这块蘑菇可够呛，四十多条没翻篇，这么厚四部，念完了明儿天亮见呢。啊，嘿，他又跪在这儿跟我抠砖缝来了啊。上次参河南巡抚十八款，就这十八款他在这儿跪了一天半宿。我到了这个三更多天才回去，五更天我又出来了，又坐朝了，看今儿这四部比那十八款多得多呀，那就甭回去了，接着来吧，明儿个就上朝了。呵，心说这块蘑菇怎么办呢？
有嘞，我不理你。对，趴到龙树岸上装睡。那意思呢？你念着念着，我不搭茬儿，听不见动静了，你就得瞧瞧。你这么一瞧，我这儿睡着了，你横不敢过来扒拉我，你扒拉我惊驾了。嗯，你这你甭说过来扒拉我，你刚这么往起一站，无故行动，有一次王杀驾，你就活不了，你就不敢。嘿，对，装睡。刘墉呢还不知道，还往下念。他老念老念翻篇儿，念了二百多条，恨不能那皇上搭一句茬儿，他好跟皇上说声话，说声话好绕着弯儿的参他呀，明着参参不了啊。上殿帮军知法犯法，那个祖坟都刨了，那受得了吗？想跟他话里找话儿，他念了好几百条，老不搭茬儿，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先是这样念吗？这回这样念，立起来念，立起来念好这样。偷着瞧一下，瞧瞧皇上。哦，睡着了。嘿，好，我这白念了，和尚。哎，这我念个谁听啊？这个听不见你不搭茬儿，我怎么参你呀？过去叫，哎呦，不能过去。好嘛，有一次王杀驾，那我也活不了。哎，这怎么办呢？又摸他这坏账呢。一查，呵，这回难了。最末一本，最末一篇，最末一趟，有这么趟坏主意。哦，装睡。我一叫他无故行动，有一次王杀驾，我活不了。心说，皇上皇上，我也甭叫你。我照样还念这大清律，我念的这条律条上，要不把您念，就算你真睡着了，我要不把您念醒了，我不叫刘三本。有这坏主意，有。念别的时候，他这个声音还很低，小啊，那个，明火之仗斩立决，这声小。念来念去念的这条，忽然间声音挺大。嗯，强盗伤人斩立决，强盗放火斩立决，谋害亲夫没罪。您琢磨那皇上还睡得着睡？皇上一听，怎么着？谋害亲夫没罪啊，是这个跑了没罪，逮着照样活不了。废话嘛，这不是？那你说他干嘛呢？那个什么也是跑了没罪，逮着活不了啊。这真可气呀、啊！给念醒了。哎，先说你搭茬儿，这就好办了。我再往下念，又往下念。念着念着，皇上又不理他了，干嘛？又装睡了。刘墉这回这么一瞧，又睡了，这可麻烦了。这我怎么念？什么什么什么没罪，跑了没罪，逮回来照样活不了。告我戏耍君王，我也活不了。不能这样念了。嘿，抽冷子念到这条绿条上。他有了办法了，偷坟掘墓，底下是三个字斩立决。可是他一看这底下这仨字斩立决，俩手指头偷着瞧着瞧，太监准知皇上那儿睡了，四个小太监瞧完了，蘸点唾沫捅个窟窿，就这个偷坟掘墓斩立决这仨字给抠下去了，没了。广念这一条，偷坟掘墓，偷坟掘墓。他最可气呢，他念出高矮音阴阳句来。偷坟掘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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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坟掘墓。
特分节目。皇上说你爱听这两句啊，是怎么的？你往下念呢。皇上又搭茬了，他一举这版图，万岁您让我往下念，我怎么念呢？皇上说怎么不能念？万岁龙目玉览。皇上一瞧，那怎么一大窟窿啊？怎么回事啊？刘墉，这是怎么回事情？万岁，臣知道只占八百，莫占一千，莫占一千年，只占八百年，不焚自着，大概其许是自己着了。四小太监一听鼻子都气歪了，你要不捅他，他就着了啊？那是着了吗？那可小太监心里的话也不敢说啊。那你怎么说呀？我不说谁知道，对不对？我得说。皇上一听，哦，对对，有这么句话，只占八百，莫占一千，只占八百年不焚。又一想，不对呀，这算大明律，到了大清这才多少年呢？嗯，三百来年呢，怎么回事？哦，对，也许库里头耗子啃的。皇上就往这儿想了。那怎么样呢？往下念，他这上的没字儿，我怎么念呢？我不知道这罪名，我怎么念呢？像那个皇上应当说，既然不知道，他下殿去吧，要把他轰下去啊，这天呢也就没事了。皇上也是倒霉催的，非要跟他说两句，这就没法念了。嘿，难得你们爷俩做了两辈子中堂，左都御史右都御史，连这么个律条你们都不知道吗？万岁，这个偷坟掘墓是什么罪状呢？斩立决。哎，什么叫斩立决呀？啊，嘿，你这左都御史怎么做的啊？斩立决都不懂，杀头砍，这都不懂吗？哦，斩立决就是杀头。那么，哎，万岁，什么叫偷坟掘墓呢？皇上一听，这麻烦了，这个怎么麻烦了？这路人他不能跟他搭茬吗？你这一搭茬，他就来事儿了吗？嗯，怎么叫斩立决？告诉他了，他又问了，怎么算偷坟掘墓？你说我怎么告诉他？怎么算偷坟掘墓？我告诉他了。你把人坟刨了就算偷坟掘墓。回头他又问了，要锯了坟地树算不算呢？我说锯了坟地树也算。他又说了，那把人石碑弄躺了怎么算呢？你瞧，打这儿一步跟一步，这就没完了，这不定问定多怎去。干脆别麻烦，告诉他得了。嗨，怎么叫偷坟掘墓都不懂啊？告诉你，人家阴宅阳宅一里，你住房子，人房子里头你偷了人东西也不行，人家那个阴宅也是一样，是坟地所有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知道吗？动人坟地的一草一木就叫偷坟掘墓，就是斩立决，知道了吧？是。妻子窝住万岁，既然这样，臣有一本不敢冒奏，恐其冒犯天言，臣当身死。乾隆一听，这有什么毛病啊？这干嘛自己单找这么一套罪状啊？怎么？哎呦！不要紧，有话你说。不是，臣不敢说，恐其冒犯天言，冒犯天言怕得罪我，得罪皇上。你得罪我干嘛呀？冒犯天言什么事啊？臣得问明白，您定这个律条是广为这个黎民百姓，为老百姓定的，还是做官为患的有这个行为也按律治罪也管呢？这句话乾隆生气了。别看那边那个统治阶级虽然那样，漂亮话他得要说。胡说，
怎么？朕当我定这个绿条就为老百姓了？做官为患的我就不管吗？岂有此理！不要讲他做官为患，卑子卑乐犯了法，照样亲王晋王一律同罪。哎，甭说亲王晋王了，看见没有？连朕当我也在其内，知道吗？这叫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道了？是。臣如果要冒奏，恐怕冒犯天言，臣该身死。不要紧。皇上一听啊，这一定是哪个做大官的有了偷坟掘墓的行为，让他发现了，横是这官比他大，要告诉我不敢说，他该身死。一想这是好事情，这个我得给他做主，要不然他不说呀，不能让他不说。不要紧，朕当恕你无罪，说吧。谢主隆恩，甭谢恩了，说吧，谁偷坟掘墓啊？臣不敢冒奏，不是恕你无罪了吗？臣该万死。皇上一听，哟，臣该身死他自己，臣该万死，怎么着？灭门九族？哎呀，这是什么人偷坟掘墓啊？别是这个亲王郡王吧？倒得听听，我的本家，我的宗室，不能有这样的人。不要紧，恕你居家无罪，说吧。谢主隆恩。谁？臣不敢冒奏，臣该万万死。皇上说我要急死。你怎么这么麻烦呢？你啊，臣该身死，本人臣该万死，全家该斩，灭门九族，臣该万万死，刨坟掘墓，挫骨扬灰。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啊，一琢磨越这样子我也得给他做主，这不倒霉催的吗？他怎么想也没想到自己这儿的呀。嗯，他我简直，你要把我急死了，你呀也甭臣该身死，臣该万死，臣该万万死了，干脆所有你一切的罪完全赦免了，你快点说行了吧？皇上等急了，你快点说行了吧？谢主隆恩。皇上一听，得，这恩谢的可太快了，这娄子小不了，你看着这官小不了，不定是谁，还不定是谁呢？你说吧。万岁，您曾记得前三年皇宫内乾清宫着火？皇上一听，哎，那我怎么不记得？前三年乾清宫着火，乾清宫被火焚化，火头没有拿着。哎，这不是吗？还在龙书案上呢，至今此案未消，没找着头。这真当我怎么不记得？我记得，怎么样呢？万岁，乾清宫被火焚化以后，您要重盖乾清宫。皇上说，那当然了，我要重盖。可是因为这个运河没有水，南方的木料来不了，没有这么大的木料，您建这个乾清宫就建不起来。又转过一年来，到了这年春天，您到了京北十三陵去打了趟春围。京北十三陵就是明陵，明朝的坟地在京北十三陵。皇上说，啊，不错，上那儿打围怎么样？万岁，您到京北十三陵，您打了一趟春围，您看人家明朝明陵的殿座木料都是楠木，那个木料好，您把人家这个明陵的殿座拆了，把木料拉回来修了您的乾清宫了，您那不算偷坟掘墓吗？嘿，皇上一听，好啊，这么留神，那么留神，给我一下子。
我这还只给他做主呢。啊，我说他谢恩谢得这么快，闹了半天跑到我这儿来了。对呀、啊、我说了，阴宅阳宅一里，动人家一草一木都算偷坟掘墓，我把人垫座给拆了，木料拉来修了乾清宫了。对呀、啊、皇上一想，这罪不能认。好，认了这罪，我说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朕杀皇上。啊，给我来个小罪名，我也受不了啊。不能，要想办法假装镇静。哎呀，刘墉，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朕当我那能算偷坟掘墓吗？万岁，您说了，坟地一草一木不能动，动人一草一木就算偷坟掘墓，您那怎么不算偷坟掘墓呢？你怎么还没明白啊？不错，朕拆了乾清，拆了这个明陵的殿座，修盖我的乾清宫了。修是修了，南方木料没来呀、啊。南方木料来了以后，我又给这个明陵殿座修上了，最近才交的工啊。你问一问，大家都知道啊。嗯，你问问文物博物馆，你也知道啊。嗯，我已经给修上了，我那能算偷坟掘墓吗？啊啊，万岁，您那不算偷坟掘墓，那么您算什么呢？那还用说呀，已经给盖上了，拆旧盖新呢，怎么算偷坟掘墓啊？不叫偷坟掘墓，叫拆旧盖新。不单没罪，而且有功，知道了。嗯，刘墉一听，有的，哼，你这是找倒霉呀、啊！啊，给你找个砍罪，你不愿意领啊？非得给你找个寡罪，你才认可。行嘞，再给你加点分量。他真损。哦，万岁，您那个叫拆旧盖新呢？当然了，拆旧盖新呢。不单没罪，而且有功。万岁，据微臣我想，万岁您那也不叫偷坟掘墓，也不叫拆旧盖新。皇上说，那么我那算什么呢？万岁，您曾记得我大清进关以来，世祖张皇帝下了三道明令。世祖张皇帝就是说顺治，顺治为世祖张皇帝，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个统治阶级，他就那么样的做的。世祖张皇帝进关以来下了三道明令，第一条要顺民情，公买公卖；第二条要改换服装，明朝是纱帽圆领，拢发包巾；大清国的人顶着绫子，普挂朝珠，袍套靴帽，人留小辫，叫扫去四夷，定鼎中原。第三道明令就是，这个奶朝灭奶朝啊，应当把他坟地都给刨了。可是咱们大清跟人明朝没这样仇恨，因为明朝起内乱，咱们趁虚而入，得的大明天下，咱们跟人家没仇，所以世祖张皇帝第三道明令不许拆毁明陵。不单不许拆毁，而且我们大清派卫队保护明陵，不单保护明陵，并且到清明佳节，是大清国，是公伯王爵俸禄者，要给明陵上坟烧纸，免断后代香烟，这是世祖张皇帝老祖宗的遗旨。怎么到万岁您这儿不听，您给人拆了？您这怎么算偷坟掘墓啊？哎，您这怎么叫拆旧盖新呢？啊，那我那算什么呀？您那算什么呀？您那算违背老祖宗圣命，盗皇陵，罪加一等。皇上一听，那你把我剐了得了。嘿，你真厉害啊，瞧这一大套。皇上怎么样？
说不过他也急了，真急呀、啊！哪有寡皇上的这玩意儿啊？好好好好，就依着你，就算到皇陵罪加一等。难道说有杀朕我的刀吗？大清国没这制度，哪有杀皇上的刀啊？甭说皇上，那中堂犯罪没有杀的，没有杀中堂的刀。在清代时候，中堂犯了罪怎么样啊？刺白，一根白绫子，自缢，自己勒死，或者给绞死，这是最重的，没有杀中堂刀。清代就杀了一个中堂，就是谁呀、啊？伯俊伯中堂，因为这个他做主考官，点了两个唱戏的，让这个素六把他给参下来，就杀了这么一个伯俊伯中堂，就这么一个，没有杀中堂的刀，哪有杀皇上的刀？难道说还要杀朕当我的刀不成吗？刘墉一想，行了，这叫矫情了，我不跟你矫情。你是皇上，你瞪眼就是公事啊！我把你摊下来就算得。往上碰头，万岁！万岁！刚才说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万岁乃是有道明君。您犯的罪状，请我祝万岁龙椅天才。龙椅天才，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这应当什么罪，咱们就定什么罪。皇上一听，呵，真厉害啊！一想啊，没别的主意。现在啊，你要跟他瞪眼不行，他那有理啊。这怎么样？也软下来了，跟他商量。哎，谁让朕当犯了法了呢？刘爱卿。你起来，起来，自坐。你坐这儿，咱们算闲聊天。好，这儿成茶馆了。这儿皇上跟那闲聊天来了，怎么着呢？瞪眼是公事，受不了啊。你坐这儿，这也没有人，就这几个太监啊。朕当我栽在你手里头，你我君臣，你又是太后的月儿干殿下啊，拉个家常，咱们是哥俩，是不是？这么办，我呀想出一个通融的法子来。这个大清律上不是偷坟掘墓斩立决吗？就是偷坟掘墓就是杀罪吗？朕我犯了这个罪状以后啊，巧劲儿，那绿条那大清绿上那不是让耗子啃了吗？也没有了吗？正好咱们把它补上一块纸，从今以后啊，这个罪状啊，一条劈开把它变两条，变为什么呢？这样写上：偷坟掘墓，见尸者杀，不见尸者发。怎么叫见尸啊？把人坟刨了，棺材抖了，白骨炫天了。这个呢，这叫见尸者杀，甭客气，杀罪。不见尸者发，锯了坟地的树了，拆了人的石碑了，像朕当我拆了人家垫座了，对不对？这叫不见尸。不见尸呢，发罪。怎么个发呢？明年春天三月，朕当打他一趟江南围。明着是打围，暗含着发往江南。一路官员免跪接跪送，免黄土垫道，免净水泼街，不住行宫，住民房，我跟老百姓一个样。还告诉你，按着驿站走，60里地为一站，60里地为一驿站，按站走，100天打来回，风雨无阻，那就要按站走60里地。
走一天，走这样一百天整打来回，路上不许休息，打一趟江南围啊，明着是打围，暗含着是发往江南，我发出去。说要真给这当弄身红衣裳穿上，挂一挂大锁链子，国体有碍，哎，与兄弟你面子上也难看呢，对不对？朕当我呢不要紧，我呀做个红布的兜肚来挂兜肚链，哎哎，你看那个带那兜肚，那是清代乾隆留下的，就当他的罪衣了那个啊，那兜肚，他兜肚，你别的东西他都系绳系什么的，唯有那兜肚他非来个链，兜肚链是锁链，我做个红布兜肚来挂兜肚链，我带上，我打这趟江南围，一百天打来回，哎，你看，咱们哥俩说个私话，殿上也没人，如果要行啊，咱们就这么办；要不行呢，咱们再商量。玉帝刘墉，你说怎么样啊？刘墉一想，事了也就事了了，哎，这不能真把皇上杀了啊，哎。万岁，您乃有道明君，请您龙翼天才。这甭弄这字眼了，龙翼天才。这一说是行了，哎，行是行了，请主子您落笔写上点吧。啊，那意思怎么着？你写上，怕你今儿回头说了不算怎么办呢？您落笔写上点。我自己写。哎，好嘞，呵，皇上这个气呀，行了，哎呀，做皇上让我露脸了，嘿，哎，自己给自己判罪，没办法，哎，行了吧，万岁您，我还龙翼天才呢，我已经裁下来了，我，行了吧。刘墉，你可知罪？当时就变了，这个算我领了。你可知罪？刘墉赶紧吓得跪下，臣知罪，臣上殿谤君，以小犯上，治法犯法，灭门九族，刨坟掘墓，挫骨扬，甭往下说了，甭往下说了，甭往下说了，你没那么大罪。你刚才磨粉的臣该身死，臣该万死，臣该万万死，你把我都气糊涂了，嗯，我把你所有的罪状都免了，你才参的我呀，你这大臣真有能耐啊！你这官算做到家了，愣把皇上参下来了，你有本事，你有能耐，有才学，你还没罪，你没罪。可有一点呀，你能耐再大，去我这儿不用你行不行啊？啊，把帽子摘了，帽子一摘，顶子铃子一取消，就丢官罢职了。把帽子摘了，压在龙说案，听你们，回家之后限你三天，李氏胡同中堂府腾出来，回原籍种地抱娃子去。三天呢，三天之内，第四天北京城哪儿见着你，别怪朕当心狠意毒，不听召见，私自入都，有意刺王杀驾。到那时候是北京，第四天哪儿见着你哪儿杀你，就地阵法。帽子压在龙床，官算丢了，一妈到底，下殿去吧。就这么无情，当然就这么无情了。刘墉一松这个搂海带，这帽派叫搂海带，头品大员，敕封三千岁太后育儿干殿下，那个官要混得
丢官把职，一解那帽帕，一摘那帽子，心如刀绞，得心疼死，心疼死。可是别的做官的心疼死，一摘这帽子难过。刘墉啊，不难过，一点都不难过。他怎么不难过呀？因为他那帽子常摘，就跟那耍猴似的，摘了戴戴上，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一月有四回的时候，不定哪回把皇上气迷糊了，气急了，把帽子给留下了。过两天想个主意，嘚儿他又来了。别人难过，他不难受。你松这个漏海带，好吧，帽子拿过来，搁在龙松案，怎么搁的？这个后头不有这个铃子吗？有铃管啊，铃管摘下来，他这样搁的，就这个铃子铃管朝外，这不是皇上那龙书案吗？皇上在这儿吗？帽子摘下来，摘铃子朝外，干嘛朝外？回头您听我这样说呀，这是垫笔，到那儿有用，往这儿一搁，搁完了要跪在那儿了。万岁，您还有事吗？皇上说还有什么事？没事了，没事了，那么我要走了啊。好，咱们哥俩改天见吧。皇上一听，这真成茶馆了，我这真咱们哥俩改日见了，把他叫回来问。一琢磨不能，你把他叫回来问问，你问什么呀？怎么咱们哥俩改日见？回他说了，那当然了，我这帽子没了，官没了，我们当然了，我们就这个什么了，干亲没断呢，是太后的干儿子，这跟说哥俩明儿见有什么关系啊？还得把我问住，干脆让他去他的。皇上忍了。没办法，忍了。刘墉下殿了，一进朝房，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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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儿瞧，哟，帽子没了，是真摊下来了吧？人没准儿真摊下来了，要命了。和珅一瞧，心里一嘀咕，赶紧转过身去，都不敢看他了。刘墉啊，过来了，哎。何中堂，这个什么，咱两个人打赌不是参皇上吗？我现在已经把皇上参下来了啊，没别的，不是磕头拜我为师吗？来吧，磕吧。怎么着，害臊啊？哦，那不要紧，明儿个上我家找个没人的地方给我磕头去啊。众位年兄年弟，我这个官丢了，把皇上参下来了，一妈到底，我这个回家抱孩子去了。可这么着，我这个还有一档子喜事，就是得了这么个小徒弟，这是个喜事啊。明儿个我家里头炒菜面，行拜师礼啊，各位年兄年弟到我家吃去吧，到我家吃去。走了，嚯，扭着扭着他出来了。和珅呢，窘在那儿，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九王爷一瞧，哎，和珅，罗锅真把皇上参下来了。哎，那我们这保人，你可公布着点啊，对不对？别让他找我们倒麻烦，干脆就这儿磕得了。王爷您还跟着起哄呢，您要不是您，我们至于打这个赌吗？您非给做保，不是怎么回事？大伙说到底参下来没参下来？等等，哎，王爷这么一瞧，有四小太监换班往下走，哎，进来一个，一点手叫您小太监了啊，这王爷请安，什么事您呢？问你们点事情，刚才罗锅上殿干什么去了？参皇上。真参皇上？怎么样啊？
贪了，还贪了。贪皇上什么罪呀？偷坟掘墓。皇上偷坟掘墓？我没听说过，皇上怎么会偷坟掘墓啊？是啊，这不是皇上那个把明陵殿座拆了，修了乾清宫了，拿那木料，这么算偷坟掘墓？是啊。哎，皇上说那不对啊，那不是现在又给这个明陵殿座修上了吗？是啊，皇上比您聪明，可是罗锅比皇上还聪明。皇上也这样说，皇上说不能算偷坟掘墓，算拆旧盖新。啊，对呀、啊，对，他说不对，他说不算拆旧盖新，那算什么呀？他说这个也不是什么，我也不懂。他说什么是什么老祖宗进关时候说的，应当保护人家明陵。嗯，怎么着违背祖宗圣命啊？什么盗皇陵，罪加一等。是啊，什么罪呀、啊？一阵罗锅呢，就把皇上给剐了。啊？皇上没那么办。废话，那是不能那么办。结果怎么办的？结果呢？这个明年皇上打一趟江南围，明着打围，暗含着发往江南，100天打来回，算是发出去了。呵，罗锅什么罪呀、啊？就是把帽子留下了，别的罪没有。和珅说不对，王爷，皇上让他给气迷糊了。野小犯上，上殿帮君，知法犯法，灭门九族，怎么会就落个丢帽子呀？小太监说是，皇上也明白，他比皇上还明白。他这个先讨的恩赦，后参的皇上没主意，把他罪都赦免了，他才参下来的。走，和珅，别废话，给人磕头去啊！别让我这保人为难。和珅这个急，王爷您别跟着吵了。哎呀，着急呀、啊！转过脸去一想，哎，有嘞。这么办，这罗锅把皇上参下来了，皇上一定恨着他呢。现在啊，我想个主意，上殿奏一本，对，给他来个小扇子这么一扇，借这机会让皇上把这罗锅给杀了。对，他也不定怎么绕当万岁爷呢，把皇上绕糊涂了，他给参下来了，皇上一定恨他呢。我上殿，我要这么样这么样这么一说呢，皇上就把他给杀了，我这小扇子就扇上了。这和珅真够狠的，把这坏主意想好了。正这时候，太监窦氏处这喊，圣上传旨，有本出版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啊哈，和珅有本。啊哈是什么？满洲话。翻汉话呢，就是奴才两个字。因为这个满人呢，这个下边跟这个长官说话呢，都得自称奴才啊，跟皇上说话更得称奴才了。啊哈就是奴才，和珅，奴才和珅见驾，就这么句话。啊哈，和珅有本，和珅有本。这一说和珅有本，皇上正坐在那儿生气呢，一听说和珅有本，皇上更火了。嘿，心说啊，这是满汉俩中堂，这汉中堂刚把我参下来，你这满中堂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寒碜我来了，下我的面子啊？我要不杀俩也镇不住。你这么着，和珅上殿不容分说，抓个错，我先把他杀了。您瞧这和珅多倒霉呀、啊！这和珅呢，来的这时候倒霉，正赶皇上火头上啊。皇上就想了，这是满汉俩中堂啊，这汉中堂刚参完了我，你满中堂上来干嘛呀？寒碜我来？你这么着，不容分说，上殿之后抓个错，把他杀了。和珅来这时候不好，和珅随旨进殿。和珅来到品级台，往这一跪，
阿哈和珅见驾，参见武皇万岁，万寿无疆。